I love you。 我们今天是以比赛版的形式哦，我们今天比较特殊，那我们就赶快来猜拳吧。剪刀石头布，你出什么？剪刀。等一下，你出什么？不对，剪刀石头布。好，获胜的是两只羊。那现在我们由两只羊的来那个做出第一棒。好，麦克第一棒喽。不是，两只羊第一棒。赖皮兽发威，好吧，那就开始了。大家好，我是Andy梁，我们要来谈的是 Simply Piano 的 I Just Call to Say， 因为我刚才猜拳赢了，当然要给他一点压力呀，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给他压力就零分了。No New Year's Day。有点很难呢，所以我们就换麦克第二棒登场。我应该已经给他了极大的压力。好，换二一开始。
剪成哇七哦七耶赢了哥哥啦那我们今天这个 I just call to say 我们今天也达到一个非常棒的水平哦对麦克你几分我七分然后我是九分虽然输给了麦克但是我们这个歌曲有大大的进步哦所以希望我们的计时还是可以高一点啊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钢琴影片的话然后你又会懂得钢琴请在下面的人告诉我们你都弹了几分哦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下一次教大家我下一次教大家弹了土耳其进行曲耶、这首歌还蛮好听的、超好听的我们会非常努力认真练习哦拜拜再见喽，拜拜